这个最具潜力的新人奖，我刚刚先撕了一点点，还没开。好，第58届金钟奖迷你剧集最具潜力新人奖得奖的是，恭喜林忆兰，她和她的她，恭喜！首次参加戏剧演出，就挑战难度极高的角色。将青涩的高中女生在面对权势性侵的惊慌失措时，从当下的奋力抵抗到万念俱灰的茫然放弃，不愠不火地展现极具潜力的专业演技。剧组里的每一个人，然后要谢谢卓立导演，让我可以全然的我现在好麻哦。然后我要谢谢卓立导演，让我可以全然的体验到小晨曦的各种感触。然后要谢谢如芬姐，然后我要谢谢美丽卓，谢谢您那时候给我的陪伴。然后最后Hi mom, hi dad, hi Charlene, I miss you guys so much. Okay, 谢谢。后台现在进场的是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林忆兰。恭喜最具潜力新人奖林忆兰，她和她的她。四方思于文娱国际股份有限公司，他和他的他，林忆兰。好，最后林忆兰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最后咯，右边转向中间第二排，中间再来看一下，扫视一下，忆兰看一下左手边，请递上麦克风。忆兰，现在还这么麻吗？可以稳定的对直播间的镜头再补讲几句感言吗？刚刚忘记讲的。就是我觉得拍摄现场的时候，大家都给予我很多温暖，不管是对于我，还有或是小晨曦这个角色，我觉得环境都是让我很舒服自在的，让我可以全然的去体会这些，就是他小晨曦该有的那个情绪。对，所以谢谢。恭喜你得奖了，谢谢。期待你的。大徐伟宁，你是演小徐伟宁嘛？希望伟宁等一下也可以拿影后，一起拿奖，对，恭喜你，一起，谢谢，这边请。